航拍黄山，世界遗产，中华一绝。迎客松，展开双臂，恭迎天下。黄山，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。黄山是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中唯一的山岳风光。中国素有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，可见黄山在中国山岳风光中拥有至尊地位。1985年，我曾拍过黄山，用新技术航拍黄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2020年4月，我终于三上黄山，赴驻拍摄。航拍黄山的体能支出、耗时和高成本超乎想象。最终，航拍、视频、全新视角，挑战自我，完成了夙愿。让我用摄影新时代的航拍视频语言，展现中华一绝——大黄山。黄山体量巨大，初次进入者难辨东南西北，认不准景点。我借助无人机航拍，以高空 VR 展示黄山全貌。实景照片透视结构准确，160平方公里黄山雄姿一目了然。用高空全景图展示黄山东南西北四海以及主要景观。认识黄山，欣赏黄山，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。深藏在前山雨雾中的百丈泉和人字铺，只有在下大雨、水量充沛时，瀑布才露出真容。石山不存水，雨停则水枯，只有雨中航拍才能看到瀑布的壮观。莲花峰的岩石形状如同一簇莲花，因而得名。莲花、天都二峰和玉屏楼构成前山最经典的景观。残阳如血染红天都，色彩奇幻，妙不可言。为保护资源，莲花峰和天都峰轮流开放。今年游客只能攀登莲花峰，据说4年后才可以登天都峰。太阳、无人机、云彩三点成一线，可以拍到罕见的佛光。云端宫阙，天界梦境。
此刻的玉屏楼如同天宫落地，神仙下凡，美得令人窒息。天都峰是黄山三大主峰中最为险峻之处，峰顶有一石刻曰登峰造极，名副其实。云涛雪浪隐去，天都峰顶的石雕小道露出真容，这就是高入云端令人胆战心惊的鸡鱼背。两侧万丈悬崖，走一趟鸡鱼背，从此可以标榜自己是人生的勇敢者。云朵如人，钟爱挺拔，仰慕崇高，眷恋伟岸。光明顶是黄山三大主峰之一，柔曼云霞，钟情硬朗，抚慰傲骨，刚柔相济。黄山不断地定义美学概念，此刻是中国画，泼墨写意，此刻又是印象派，色彩明丽。史信峰一带是黄山的后海，景观集中，千姿百态，云蒸霞蔚，小乾坤，天高地厚，大黄山，童子拜观音，黄山的奇松怪石颇具传奇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梦里生花，是一棵重新栽活的松树。为维护这一景观，黄山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红日与黄山联袂，启幕落幕之间，演绎无尽的辉煌与灿烂。
耶稣光下，普布云上，苍天开眼，恢弘吉祥。飞来时，请告诉我，你从哪里飞来，又如何坐落在此？孤影不单，卓尔不群，倾斜不倒，傲视众山，屹立万代，精妙称奇，山河惊愕，叹为观止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飞来时是一张人脸，俨然一个威武的君王。西海云漫，独占鳌头，享誉天下。云烟缭绕，恣意水墨，若隐若现，变幻莫测。百次登黄山，会观赏到百次不同的景观。拥有黄山最佳照片的，往往是山上的清洁工，亦或是厨师。大自然心有灵犀，特别垂青关爱他的有心人。太阳以辉煌渲染峰峦，以灿烂装点江山。诗画天干，讴歌地支，放眼云际，轰然轮转。只有无人机才能完整拍到西海峡谷中的人行栈道。这些栈道是如何建造在悬崖绝壁之上的？黄山的建设付出了多少代人的心血？无人机在这狭小的崖壁间一镜到底拍摄，难度极大。在赞叹栈道与大山息息相通的惬意之间，陈述栈道的艰险，镜头完成的顺畅流利，我心满意足。这只远古的石猴，万年观海，观太平，注视人间沉浮，见证沧桑变迁，揽尽云垂海丽，参悟世间大道。今生里黄山走一回，方能说不枉活一世。白云落地，雾锁山林，
恍惚朦胧，浓淡相宜。黄山第二松，黑虎松。冬天的黄山分外妖娆，别具一格。黄山周边的自然环境极为洁净润泽，西门峡谷下的双龙潭有两股山溪汇集，这里的负氧离子极高，置身其间如沐甘霖，令人心醉神迷，流连忘返。黄山北门的翡翠池，幽谷仙气扑面而来，黄山的诗林大酒店是全国少有的摄影文化主题酒店。一支由黄山的体育舞蹈队穿着酒店提供的御寒衣，在余晖渐隐的光明顶上一展才艺，与黄山共舞，与黄山同在。航拍黄山之工作花絮，这是我在黄山风景区公安局办理航拍手续。航拍黄山是我多年的愿望，今天就要实现了。这是我们在黄山风景区公安局办到的准飞证，没有准飞证在黄山是严禁航拍的。尽管有缆车，但还要大量上下山步行。我们等待天气，三上黄山，遇到雨天云雾即刻冒雨上山。这脸上的到底是汗呢还是雨啊？眼睛都糊住了。天哪，我们急赶慢赶，从十字坡下来后要坐赶班车，坐最后一班缆车要上山，要迟了一会儿今天上不了山了。哎呀，累得要命啊。山区航拍必须耐心选择卫星信号良好的地方拍摄迎客松。雨中航拍人字铺，必须把飞机的接缝用胶带粘住，防止进水。哎呀，好危险呀、啊！太棒了，完成了。哎呀，飞得我紧张的呀，气都上不来。从前山到后山，7.5公里山路，至少50000个台阶。终于到了，上来了。航拍黄山期间，无数次被查验航拍许可证。在黄山的一个，这叫盘云亭。盘云亭、在盘云亭上，稍微有一个比较大的一块岩石，稍微平一点。然后在这地方飞一个，360度的 VR， 不对，是720度，720度的 VR， 把飞机要飞到最高的时候，
要有这张照片以后，我看看试试能不能把这个黄山的各个山峰标出来，用一张照片把黄山全景拍全，试试看啊。这都是一种实验，上午我试了一次基本上成功了，下午我们再飞一次。向自己，向我的无人机致敬。摄影、航拍、撰文、编辑、制作、解说，刘宽新。鸣谢摄影助理李家富、刘宝泰、姚玉清。2020年5月。